欢迎我们的颜伟林。Hello， 星汉。是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。是，不过我想今天是这个耶诞节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跟大家讲一些耶诞祝福的话好了，不免俗的啦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刚刚校长讲得很好，哎。真的、哦。就是我其实也一直觉得耶诞节就是他的原本的初衷其实不是大四的。对，真的。但是开心 OK 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刚刚那个副校长已经讲到说，就是打个电话先提早拜早年的。哦，对，我觉得是必要，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这边看演唱会嘛、啊，回去记得还是要跟家人报平安。真的，报平安蛮重要的。天气最近也很冷啊，好好照顾身体，对家人就是怎么样最好的交代了、啊交代。对，对啊。可是其实，我想，因为你真的有很多好听的歌曲，不过我想这几年其实有看到你都会带着乐团，然后出国去表演。嗯，对。对啊，其实出国表演的心情怎么样，可以跟我们的同学分享一下。其实我觉得去了国外，像我们去印尼啊，然后去那个美国，对，然后最近还去韩国、嗯，有没有每个地方的歌迷有没有不一样的反应？都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看到不同国家他们的一些状况，像去印尼的时候，对，他们生活都很辛苦哦，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在这边这样子同乐，我觉得这个是。哇，这是很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。而且我看到外围卖吃的，就想到韩国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去韩国的时候，旁边也就是音乐季旁边都是卖吃的。哦，所以每一国的那音乐季的那个民情不太一样。对，每一国不大一样。但如果真的要讲到在这个表演的时候，看演唱会的时候，最热情的一定是哪一个国家的？你觉得？最热情当然台湾啊！啊！是不是？是不是台湾？是不是台湾？是吗？而且应该是南台科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一定是台湾，然后一定又是南台科大，而且又是今天这一场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. ！那我们要把舞台交给我们的颜伟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其实我今天带来的就是新的，我的乐团叫世外桃源，是。然后在我左手边这个是我们吉他手小个，小个老师。对，然后后面是鼓手法克，是法克。对，然后我们走的是一个电子音乐的路线。所以那个时候，萧红人有一首歌叫做《法克》，这个人是说法克老师啊？不是，不是啊，应该不是。你给我闭嘴！然后我还带来了新发型。对，刚刚我看到颜伟林的时候，我整个哦，想说，哎，会不会很冷啊？你看这个。我想说，刚刚大家听到是以前的我嘛，然后现在带来新的自己，我觉得很酷，我觉得很酷。哎、欸，有没有推子借我一下？我今天也来做一个新发型好了。我帮你。你帮我吗？那、啊、是自己推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没有那么，应该没有那么 rock 啦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接下来舞台就交给我们颜伟林，大家把手借给他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。谢谢星汉，让我准备一下好不好？